条线。不过为什么不是不是这个？第一个哈，你是胚胎快筛，所以有就是有，但是要看抽血，应该看起来是两颗中一颗。我们那时候是不是一颗复发，一颗一半？应该是那颗复发出来的一半有啦。但是这个，我前一阵子有一个姓陈的也是淡淡的，抽血475，所以不准。所以我他的血今天出得来吗？啊？他的抽血报告今天出得来吗？那个都没有请他来收吗？有。那我今天晚上敢给你了。恭喜。对。有了。哦，有，这一次很明显。哦，三个字就真的。没有啊。这个验孕棒哦，像最近我讲的那个。这一条。对啊。这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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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条。就是生的在上面那一条，对对对对，粉粉的。但是验孕棒要看抽血了。我最近就是有一个，我确定他会双胞胎，结果他提前一天来验也是淡淡的。我说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抽血出来475，所以等我抽血报告出来，他因为有了我黄女士给你补到，17号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过三关。喂。那个怀孕过三关的那个，还是要跟你提醒，有三关要过。17，今天是第一关嘛，哈。哦，那时候真的算说，是每次才半颗在这里，啊，结果中了一颗，等于是。不过现在就是 QPCR 哈，有一个放两颗两包，放三颗三包，不过。还是要看孵化出来，如果没有壳的比较，如果这次两颗都没有壳的，大概就两胞胎，这是一胞胎啦。对，不过就是不要用深浅去判断。那今天是第一关，17号是第二关，26号是第三关。你验日今天是2月9号。替你太高兴，都忘记验了。2月17号第二关，应该是16号、17号，然后是2月16、2月23，看到心跳才算数。那通常有人会在4周到5周，17号到23号流血，我先给你提醒一下。然后再来，双胞胎尤其是高龄比较容易高血压，我要看抽血会不会有双胞胎。然后再来就是怀孕的时候，你也知道。你这个后面我大概不用怀疑，我会交给陈明医师的。陈明医师这个就不用担心。第六条，就生产时候的一些风险。我之前是这个了，是这个。啊，这个是没有，是这个。对啊，就20周，如果双胞胎比较容易妊娠高血压、糖尿病。我最近有一个，他是子宫颈癌，然后做试管婴儿成功。然后成功之后，22周破水，我就要赶快来彰基找陈明安胎。结果在彰基那边也是跟他做葡萄糖测验，就是不及格，就是糖尿病。那后来因为他25周按不住，就提早出来，770公克，770公克，现在那一天回来已经5100，我抱起来会流汗，好重，根本不像早产的。因为记者来采访，因为癌症嘛，他还有那个勇气去求职。他那天拿了16盒，他们科那苗栗嘛客家的的油饭，跟他们亲自做的八大桶的花生糖过来。那记者来采访，这样为什么癌症之后还有勇气要生孩子？不过那时候他的医师要他把子宫切掉了。大部分很多这个牛年真的是你的好兆头，不过你现在生的是牛尾巴的孩子啊。但是真的有的是赶在火。有啊，我昨天起了三个卵子，你知道年纪四七四八，起了三个卵子，是加起来就快150岁。真的有人赶，我不知道说明年是虎年。你这个是牛尾巴啦，4月份啊，如果是
是事业怀孕以后就十五，有人真的哎，就猜是你最好这个月可以怀孕，否则的话后年见见。真的吗？对，有一个姓陈的，比如他这一次就双胞胎了。哦，有，还真的有。有啊。我真的不知道。那我有时候我会跟他呛说，全台湾最有钱的郭台铭师傅。嗯，对啊。马英九当过总统，权力最高的师傅。吴宗宪师傅。哦。对。哦，梁朝伟最帅的师傅。还有那个刘德华也是。刘德华后来一查不是。哎，不是、啊。林志玲师傅。最漂亮的，后来还有国父也师父，秦始皇也师父，哇，另外高富帅美都有。对啊，我觉得十五很蛮。十五好处的就是说你随便考也可以上台大，而且他们偏财运也还蛮强的。你看老那个郭台铭他们家客厅就沙发上面这里有两座那个，我们十天前30号说拉这个嘛，十天后。真的是一次成功，其实是 KPI。我觉得他最毅力惊人，对他最辛苦。对。